俺妈的英文呢？那没办法，人家的 logo 我怎么办呀？我哎，好清晰啊，挺清晰的嘛。问题是他等一下爆了，是啊，打白光的时候。那我跑远一点哦。哎，你就射好几个了吗？我就是第一个就坏了。哎，挺好看的其实。哇哦，这么多。打白光也没爆呀，哪里？要不我打一下白光给你看一下。你打吧，我跑远一点啊。你现在是不是视频模式？啥？不是视频模式。嗯。哦，那我打白光让他拍一下哦。啥？我说我打白光让他照一下那个玻璃片的。嗯。如果他等一下就会不行的。嗯。我现在就是打白光。他等一下，慢慢中间会有一个圈，然后慢慢放大。就是融掉了是吧？是啊、高温快高温了。你现在拍一下。我在拍呢。我已经在多久了？拜托，那这样时间。现在就开始了。啊，看到了。你拍好没有？我在拍，我来个特写。看到没有？它自动出来吗？这里。嗯。然后他已经爆了是吧？然后妈，等一下，那个时候他就爆了。好吧。你再拍一个。我在拍呢。